神秘人2000万同股神食 lunch。香港投资基金经理赵丹阳曾经出价1645万港元在巴菲特最喜欢的纽约曼哈顿这间跑房同股神五线。但他的纪录被人打破了，今年有9个竞投人士在 eBay 出价77次，前晚就有一个神秘人以2051万港元投到，他可以带7个亲友同股神用线，向股神请教投资心得。啲钱系会做善事噶，辅助三藩市穷人同露宿者。